嗯，可以。可以耶。要被捡走了，哎呦，僵尸，那怎么丢？哎呦，好烂哦，飞刀。我有200了。两把都被捡走了，那把1000块的说，真的假的？好贵！对啊，你看有200，嗯，在后面。丢去哪里了？有够难捡的这东西，哪里呀、啊？要捡到了，好像丢不到僵尸的感觉，哦，而且伤害也很好笑，没有啊，伤害差不多。这是一个玩投接球的东西吗？问题是你没丢中僵尸就可，我这种动作僵尸啊，你没丢中僵尸你就没武器了，两手空空。对，是奇怪，你的飞刀呢？哎，丢不中哎，好烂哦！我记得你的飞刀飞到这附近呢，你你的捡不？1000块不见了。哎，为什么我捡回来是蛮耐久啊？我好多僵尸在揍你。加特林，加特林大佬直接开火。我只要加特林的。诶，刚飞刀捡回来，好像耐久度恢复了，你是要不是？捡回去2只了吗？我身上只有一只，我找不到另一只了，它掉在这附近了。找不到没关系啊，反正就是买来玩的而已。我发现捡回来耐久度会恢复，有这么帅吗？这样我有无限武器了。无限武器的话，喷火枪是最好的吧？哎，捡回来耐久度恢复了哎，那你可以扔出去再捡回来，很就可以有继耐续心。刷怪。我当着他面射了，他也打不到他。嘿，好，直接把它射爆！我要补弹。嗯，真的打不到哎，那飞刀是搞笑的吧？我丢出去还丢不到人家。哎，我飞刀不见了。你飞刀不见了？到草丛去就不见了，真的哦，我也是哎。难道它不能啊？飞到草丛吗？对，我丢到草丛去，然后就不见了，感觉跟你的箭矢很像。你箭矢不是射到草丛也不见了吗？对啊，原来如此。果然还是垃圾一个。那是。这样不小心丢到草丛去，我不就没武器了吗？空手，还有比对啊。更惨的事吗？空手太惨了。嗯，为什么平底锅打下去也是啪滋啪滋的声音？平底锅打下去应该是"锵"一声比较好笑吧？海鲜香丝，什么东西啊？对，啪吱啪吱的声音，就是它煎香丝拉出来，煎僵尸。香丝煎的，我买的长枪耐久度居然只有75，这什么鬼东西？垃圾吧，而且卖1600，你买了一支长枪，啊？啊，可以丢啊，特色，耐哪一久支？度这只啊，蛮贵哦，1600，为什么要买？耐久度75，攻击也三太烂点，了吧！攻你击只再有卖三回点，去啊！卖回去就没有多少钱的了。你那个车子的按钮可以直接把车捡起来的。哎，这摩托车是不是给捡起来啊？什么意思？你看你车子的图案是可以直接把车捡起来，pick up missing。真的哎、欸。摩托车也捡得回来了吗？啊！说不定哦。哎，嗯？长枪，嘿。嗯？汽油桶哎、欸，我不要。长枪都从僵尸的头上飞过去了，他还没扣血。真的哦。投掷武器是垃圾吧？大乐色，超垃圾的。哎、欸，我还试图摸索这投掷武器的用法。嘿嘿，
另一包我先放下吧，不然我怕另一包也跟着消失。嗯。智障长枪。嘿嘿。真的假的啦？又不见了长枪。我打那么多发子弹都没打中点，是我这个烂炮兵。你这个烂炮兵。你在干嘛？我放车咯。好啊，放哦。你就前面住。哎、欸，不能回收。不能哦。对啊，没有回收标记。没有回收标记。好好咬人啊僵尸，水魔兽还是不能收哦，那是太过分了。快带魔兽上去几僵尸，可以哦。没有看到僵尸。魔兽超快的。对啊，比七彩还快。